到你的时候，我会看到我以前的我。Hello， 看我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我们四个吧，都是来自于互联网。其实我就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一行。上热搜我都感觉很惊讶，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长得帅过。小哥哥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现在会不会惨？我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，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独特，我下一次参加节目，就大家不会对我再有新奇的感觉。所以说我一直对自己说的就是我没有第二次机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一条爆炸的破译男孩。Hello， 看我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是我错，没能够把自己变得成熟。伤口那么多，已经不怕再痛。我没什么。转身以后，我会练成护体神功。看见蟑螂，我不怕不怕啦。我神经比较大，我不怕不怕不怕啦。胆怯只会让自己更憔悴，麻痹也是勇敢表现。一口的水也不怕不怕，不怕勇气当棉被，不怕不怕不怕啦。他一个礼拜学会的东西，我学了一个月。你能跳一下吗？再跳一下。他还在打拍子，嘴巴里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用你的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的走，像上次一样的扮演。我佩服你敢上来就是张罗你跳舞这件事情，你根本不会跳舞。我是你完全没有节奏，你根本不在点儿上，但是你继续跳下去了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精神。我还很好奇叶涛。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会看到我以前的我，因为我也在我的团体里面，就是因为头发是就是人能看到我。其实那个我来创造营，就是网上也会很多人说我因为长头发，可能觉得我的形象跟大家心目中的男团好像不太一样。但是有很多人会喜欢会理解，他们跟你才是有共同语言的人，不用去管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人。I think.What can be universally understood is honesty. 做我自己。I was an experiment whether someone like me could be in a girl group. I won't make people understand me then. I'm going to try hard and maybe become so successful that people just don't even think about it anymore. 来了。追加パフォーマンスの時に表現力のなんかそのギャップがもううわっ。なんだこの人ってなりました。印象深いです。他有种，你的魂过来过来，你的魂就得过去。哇，那个自信，我当时感觉就是那一下就勾到我。恭喜叶涛，谢谢。